原则上这里还要有一组上下两组那个求助铃，万一在这里发生问题跌倒了，那赶快按，外面那个警示会响，可能是外面的人才能来救。我是在这里摔倒的话，那隔天才有人来，那搞不好流血已经流光了，就很危险。所以还是差的这一点，还是那个求助铃，上下铃两个一组。